嗯，季无声，为何我的身边只汇合了四个人？林是讲，我的身边之要角，乃本公主心帅飘雪姑娘吗？吴正辉，你是咧讲什么？加错了吗？啊！古今团水不济，如今一旦加起出来，肯定恐怖到了极点。你再讲，李敬祥是谁要加你的错？要不，我跟母老虎发威呢？我是咧气你，气你胡言乱语，是虾米人有闲加你这个风流公主的错？我又不是神经线断一条。既是如此，本公主也不妨坦白跟你讲，过去本公主唔捌爱惜好物，但自从吴上飘雪姑娘之后，本公主才真正明白了爱的真谛。事过未来，本公主打算要好好照顾伊，保护伊，呵护伊，再用本公主的双手。将伊暗暗那么掉，真像在伊耳旁边轻轻说一声：“我爱你。”我讲木鲁剑，迄个人根本就是来乱的。本公主一身风流倜傥，何事攀鞍迎车，九龙过曲，风华几人绝代。欠电，卖插伊！我觉得我需要马上去吃一碗猪卡面线，去去煤气。明天我再来开会。木屑心，你终于承认你对我的爱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家在本公主欢迎怜悯。本姑娘的心脏病就要发作了。南方国主，请你唤醒吉尼都求友，一是红松盖烟花，飘雪见过芬芳。犹如飘雪，世上唯有我待身边合璧，红颜毁灭胜高红，事关重大。无事必必进行，此事敌在五人之外，不可过敌他人。飘雪明白，请大家依步。啊嚓啊嚓！除我待新兵之事，事不宜迟，必须积极分道扬镳。莫失心，请你自气性之处，挖掘出自固身体。以便打造铁兵，任务一旦完成，不必速速重返此地。首长，我积极起行。各位，请。好一个大醋桶啊！